我们缆车即将到站，听众因为已经有关系，这次月台会有小小碰撞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下午两点半，园区有太阳文化区带动活动，以及晚上萤火虫赏萤活动，欢迎各位嘉宾可以来免费参观，在此祝各位假期愉快。哎，对啊，到站了。Okay.